大家晚安。晚安。来帮拼，这个去的来帮拼，这个去的来帮拼。哼，好的，既然是平日，例行公事。阿成、奶奶、熊熊、抖 M、贾鲁克、汉汉、九蛋、木平、阿正、七月。阿纯、北圆圆、汉汉、焕然、涛阿哥、小易、涛哥、阿森、三、余泽、看不喵、熊熊、宋文、尹瑶、企鹅、玉安、飞鱼晚安、威廉晚安、益生菌晚安、上课了上课了吗 ？Sky 晚安、卡丘晚安、神威晚安、阿 Kira 晚安、谢谢命、嘉豪晚安。杨生晚安，月月晚安，还有谁没听到？明明晚安，两光晚安，谢谢贾鲁特，谢谢小栗子，晚安啊，咩咩咩咩咩，南岩兽医晚安，好久不见，谢谢嘉豪，地球晚安，谢谢益生菌。晚安，谢谢 Sky， 谢谢阿蠢蠢，水枪凉快晚安，叫晚安，麦克斯晚安，黄鱼晚安，兔子晚安，阿龟晚安。天天晚安，风姐晚安，富伟哥晚安，蠢蠢晚安。耶耶耶，夜猫被子一拿伸干，心急如刀。卡丘，我每一次都是忍者唱赏，谢谢七月。原来是九点，我又打错了吗 ？Hello Blue 留夜景晚安。上次绑马尾，头发本来就是这个长度，头发本来就是一直都是这个长度。永昌晚安，何恩晚安，秀泽晚安，单细胞晚安。我这几天干了一件蠢事，我昨天半夜干了蠢事。天宇帝晚安，豆芽晚安，阿元晚安。就是我昨天半夜睡不着，然后我四五点的时候就打开我的 IG Insta， 结果我好像手残干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Jeff 晚安，张先生晚安，平时都直接进来吗？很好啊，太好了，那就代表你平时都迫不及待想见我。今天就上个礼拜见过了，今天缓和一下情绪再进来。蓝品君晚安。不是，就是我昨天太晚，真的太晚睡了，失眠。然后等一下，那个人发现了，然后其实他还有一件，就我昨天干了一件事，好不好？他既然都发现了，那我要讲，我就跟大家分享，毫不犹豫。谢谢苦味羊的摇头布。谁赢了？阔阳的晚安了，我讲错了。谢谢阿元，谢谢小薰的石头，谢谢命。就我昨天晚上，地狱无间晚安，阿瑶瑶晚安，然后石头布，好，我输了。好，那我要讲喽。哎呦，好聪明哦，按到最终。我昨天半夜，我已经忘记是几点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但是我睡不着，然后就把我的手机这样拿着，然后就开始在看 Insta， 滑，哎呦我的妈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我不小心按到了追踪，我就很紧张的赶快把那个追踪按掉，然后我想说不对，按完追踪好像还是会有通知，然后我就乱按，怎样按乱来，结果按到，我不小心把它。对，追踪我的退追了，所以我希望他会发现。然后对不起，可以请你回来牵我的手吗？没救了。
夜睡不着觉，把粉丝按追踪，结果手忙脚乱，不小心退追踪。不对，对方被我退追了，对不起，太错了，有够闹，手动掉粉超过，哎，我都还没有超过一万，我自己就在那边手动掉粉，加油吧，对不起，非常抱歉，欢迎单细胞回来。因为你看我，不要啦，这样会被骂哦哦啊！又又又，念念，晚安啦，勇哥，玉峰晚安。应该不是我，今天我还看得到你，我又没有封锁，我是不小心睡梦中被惊醒，手机传来讯息，怎么蔡安突然追踪我了？抱歉。好的，我们就让这个话题到此一段落吧，拜托了，就把这件事情当作梦中的一件事。你已经被退追踪这件事情是会通知的吗？查理斯晚安，空包啊，还有家，哎，请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很幸运好不好？我真的是。我还宁愿是手机掉下来砸到我的脸，我为什么可以这么蠢？尤其是我觉得我今天，你看吧，我就说马上就有人说羡慕被追踪了，不要好不好？这件事情传出去，我应该会出事哦，我应该会出事哦。下一次 IG 账号就不是我在更新了。奇遇的追踪数多一个少一个，看得很出来好不好？我们现在不是要努力一万吗？我现在每天都在。数羊数鸡数酱油，酱油是可数的吗？数一瓶一瓶酱油，念念下次 mini 控还看得到你吧？可能 insta 上看不到， mini 控上看得到吧。对啊，一万压力很大，所以真的就是大家在破任务的人都压力都很大，辛苦大家了，粉丝们也辛苦了。Hello， 飞行蘑菇，全屏 Nick 晚安，阿贵仔，我刚刚看到苦味羊奶，苦味羊奶还在吗？一定是睡梦中，对，我也觉得一定是睡梦中的另外一个人干的，绝对那个无意识睡不是我，不准截图。所以面面为了减少压力才退追踪吧，这不是压力越来越大吗？这是背道而驰哎，数面条可以数面条。柯阳呐，你的影片也太强了吧！我说除了那个，因为我之前就称赞过那个三十日，我觉得三十日大家越来越认真了，尤其是最近大家都进行到那个给推，想要给推唱的歌，然后想要推荐推去的地方，然后还有什么？之前我一直很好奇，大家会写那个就是自己的推的头发颜色，可是我只有黑色啊！我原本想说会不会有人。就出一些奇怪的色给我挑战。晚安啊，流星。而且苦味羊奶那个在家，我每次都忘记名字，在家舞蹈吧，是吗？这个翻译好像很奇怪。等等，反正超强的。而且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一家很厉害，因为大家的音源放在一起的时候，照理说背景音乐会很杂，他怎么修成那样的呀？玉安，谢谢。今天是有点愚蠢的。一条面，谢谢玉安带他去流浪，走啦，就淡水散心了啊，淡水吃冰吃起来啊。Lolly 晚安，看之前有没有 cos 过其他颜色啊？之前 cos 过灰色，然后浅棕色吗？然后还有什么黄、金黄跟金黄跟黄都有，然后还有什么？它有点偏向香槟色吗？香槟吗？一生最晚安，浪浪晚安 ，CJ 晚安，先静音再灌音乐啊！可是不是啊？因为那个时候一家是一只一个一只一只影片收的，一只一只影片收的，把背景音全删掉重配最快吧，所以超累的哎、欸。
你知道对时间轴这件事情真的很恐怖。Hello， 小风仔，威廉晚安。かき氷，对吧？かき氷，おいしそう。たたた。杨雄晚安。うちで踊ろう。所以是在家跳舞吧？话说你们最近是不是都很晚睡啊？阿潘凌晨四点都还没睡。我昨天好像非常帅气的，我记得我最后讲到话是凌晨5:26吧，然后后来我就因为一直睡不着，我想说躺在床上也没有用，我就跑去看影片了。然后我昨天在补这个团的影片，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一部那个之前大家有推荐我要看的那个，所以我就推你了。我想要最近有空的时间要把它补起来。子成晚安，君阳晚安，少凯晚安，千人斩拔刀仔晚安，奈奈晚安，卡基果粒果果粒果果粒，林九星，九星，九星现在是可以看直播的状态吗？命晚安，国树晚安，小叶晚安，游戏希罗晚安 ，MK 晚安，一家应该是一个个队。一家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Hello， 召唤赤东，柠檬晚安，阿皮晚安。今天好多人哦，正角晚安，小舅晚安，我正在 AL 陪我，你可以撑住，撑住。这是可以透露的吗？这感觉不能透露吧？晚安，大家晚安，晚安啊，杨公公。而且我觉得我最近记忆力有严重退步，所以我今天直播很难得又打了稿子，就是我要讲的事情我又打了稿子，我已经很久没有干这件事情了。之前把它追完了，真的很好看。我而且不是我昨天晚上半夜因为睡不着，我自己做了一件创举，大家请听我继续兴奋，留下来听我兴奋，谢谢奈奈，查查波尔王晚安，洗衣机梗我还不知道，晚安 ，mini cos， 芒果，ごめんね，芒果ミルク，かき氷，嗨，そうですよ，美味しいです。你写歌了吗？一进来就听到超兴奋的歌，不是，我不是写歌了。就是呢，我之前曾经跟小晴说过，我很想学那个卡奇科伊的那个练口嗓。Sparky 晚安，哒哒，波波你的脚还好吗？我的天天啊！哎，不对，今天有来哎 ，Hello 天天啊！可恶，口头禅会一直 cue 到人。等等哦，对我。我昨天干了一件创举，我希望我的 tempo 是对的。哎，我突然找不到我的笔记，我的笔记嘞，练了，哈娜酱，练口罩学起来 ，Hello Sasuke， 可以，一大孤独感あるんだよ，やっぱり醤油はかっこいいよ，好き大好き，やっぱ好き，やっと見つけたおじいさま。俺が生まれてきた理由、それは醤油に出会うため、俺と一緒に人生歩もう、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愛してる。可以吗？愛してる。好酸哦！結婚しような，对吧？就大家酱油，对吧？酱油应该是 OG 吧？那你？哎，我还特别改成你们，对吧？醤油大吉，大家听得懂吗？听不懂日文的人听得懂吗？啊 ，OG 上。Hello， おじさん。大家唱一遍，おじさま，おじさま。那不然就叫你们お姫様好了。
恶心们什么，那我要翻了，我要翻译，我要翻译给大家听。但是我记得小晴之前做过中文版，对不对？恶心什么？谢谢小晴。等等等等等等，耳机上不要跑，各位耳机上，谢谢小轩，谢谢阿松，谢谢 Sky， 谢谢 MK， 谢谢企鹅，谢谢阿森，谢谢草莓酱，谢谢草莓酱，谢谢柳川，谢谢游戏 Hero， 谢谢亮光，谢谢冯婉文，大家听得懂我在喊什么吗？谢谢命，谢谢七月，你要跟阿布抢粉丝了吗？才没有，阿贝桑，阿哎对，阿贝桑的粉丝就是耳机上吼，跑的都是耳机上，那我要念。我要教大家 SOBA 的版本，我觉得大家真的之后要加油。我记得 Only Today 是不是可以喊？哎，幼云，所以你是13岁对不对？所以你的本名叫幼云，这个多保几次地下场就会了啦。听不懂，就是一代孤独感阿伦的幼，就是我有想说的话，对不对？Hello， 俊安，我有想说的话。然后やっぱり誰誰は可愛いよ，就是果然谁谁谁最可爱了。然后好き好き大好きやっぱ好き，喜欢喜欢超级喜欢，果然超喜欢。然后还有什么？やっと見つけたお姫様，终于见到了我的公主殿下。还有什么？俺が生まれてきた理由，我出生的理由，我想想哦，我诞生的理由，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终于找到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对，我生来到这里的理由，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我找到了。それはそばにいて出会うため，那就是跟そば见面，就是见到そば。你生我了，我没有生你吗？就是为了与你相遇。哎，我没有认真也很文艺的把它翻出来，所以我只能很直接的、很直接的翻译。咪嗦嗦，咪嗦嗦，你说咪嗦嗦，你得爱他们。我来到一小你金色阿尤莫，跟我一起。走完接下来的人生吗？应该是这样子翻吗？准人晚安 ，Hello， 小说为什么停权中？我发现我今天的头发翘得很酷哎、欸，很酷。等等哦，今天的留言跳得有点快，我相信我刚刚问问题的时候有人回答了，然后我没有看到对吧？怎么办？我是不是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Hello， 易汉晚安吗？好像很厉害，有人说想当公主，想当公主。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有没看到的？我记得我刚刚有问了问题。Hello， 只看一下。OK OK， 陪我一起走完之后的人生。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就是世界上最最最最最喜欢你。然后最后一句是愛してる。喜欢你，爱你，我爱你。我很认真，我很认真的问了小晴，然后小晴说要教我喊，结果我昨天跑去看了那个练口上，爱是铁路，爱是铁路。Hello， 阿君晚安，可以吗？可以吗？酱油版的还行吧。落泪笑晚安。还有一句呢，该滚手呢。我记得我昨天看教学影片，有一个人有喊 Get Good Show 呢，但是我没有把但我不是每个人都喊了。右下一个咯 ，Tiger Fire 赛吧赛吧带吧加吧，哎是吗？驾驾，那你，身为不喊酷的人，哎，我觉得这个喊酷文化太酷了。Only to 错了 ，Tiger Fire， 我觉得我一定要把那个顺序背错。等一下可以重念一次吗？哦，好啊，那个酱油版的还是素宝版的？你要酱油版还是素宝版？陈晚安，那我要认真的看着那个，等等，
如果教大家练口上会不会不太好？虾虾会了吗？虾虾还没有开口说话，最近他可能有点受伤。欸，可是只要不喊那个不是都可以吗？只要不喊最后一句都可以。啊，带头是二剑，那到底要不要教？那我教你们酱油版的。下次节奏不对的话是面面的锅，是，都是我，是我，不行啊！豪哥，原来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困扰呀。嗯，真的是，果然。果然还是会有选择困难的，对吧？大家，下次面包就都是面面教的，但大家不要跟着我喊，大家不要跟着我喊。但是我觉得学会这件事情超开心的。最怕空气突，哎，可是我这次 Only Today 有听到有人大喊，应该是练口上吧？我听到有人嘶吼，而且其中一位应该还是喊。甜不辣，然后烧虾的那个人，不知名的技能 ，Only Two 在最后都会哦，不会可变三连吗？我还没有那么厉害，对不起。当大家一起喊就没有二阶这回事，请楼下杨总等一下 ，Only Two 在有喊呢、啊，我喊的是安妮说，哪需要选择，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选项吧。一起喊就不二阶，好吧？那我要教，我应该要教大家 Soba 的版本吗？手游的版本。可是王子到底怎么念？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哦。我今天是很有主题性的，我今天还特别的写了稿子，而且我今天是一个很严肃、很震惊，就跟天气主播一样严肃的一个直播间，所以非常有内容。大家给我一点时间。大家都当 Hime 什么？好吧，那我决定喽。谢谢本娃娃 ，OG 什么？王子哥哥，你待会会变公主殿下哦。我是认真的，对，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太认真了，我就是一个严肃的存在。那我要开始喽。我看一下。我看着哦 ，Hello， 龙一子，糟糕，不会念黄，那个字也念龙吗？龙天那个字怎么念呢、啊？吕光晚安，不浩晚安，只好不跟了。等等，你听我，你听我念嘛。亚马逊逊，你怎么那么可爱？亚马逊逊，最近我们熬夜，熬夜玩动身，被促进就是面面教的。好了，然后来喽。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やっぱり醤油はかっこいいよ。好き好き大好きやば好き。やっと見つけたお姫様。俺が生まれてきた理由。それは醤油にて、出会うため。俺と一緒に人生歩もう。世界で一番愛してる。愛してる。可以吗？なになに？愛してる。我的牙齿又红红了，会红会红，爱惜的路，谢谢。哎，本娃娃在这个时候送告白气球，非常的合适宜。谢谢游戏哟，谢谢本娃娃，接起来，我是二阶就好啊，你们不要当二阶哦，拜托。啊，配音乐就辣拍了。谢谢亚马逊逊，谢谢阿花花，谢谢益成俊，谢谢阿纯，谢谢柳川。今天吃了很多口红，对啊，因为今天用的不是平常的口红。阿花加我，我想问卡基卡基可以口上怎么念啊？我只知道那个卡基可以怎么念。夜空 sky 为什么也跟上了？我不要配歌啦，我配歌会落拍，我还没那么那个。我还没有配一次。Coco Ju， 卡基可以 Coco Ju 是吗？卡基可以 Coco Ju， 卡基可以 Coco Ju， 苦鸡啊给，实际用片 Co 哟，哪里哟？啊 ，Coco Ju。
嘎叽扣一扣就吗？很难想象偶像在台上一边跳舞一边喊口哨。哎、欸，其实我很想哎、欸，我跟你们讲，你们每次在那个右下鼓掌，然后我们在后台都很想把麦克风拿起来，太个废了。对，但是你们也听不到嘛。嘎叽就是认真哦，所以是认真的爱吗？认真爱你这样的概念，咩咩六月可以自己喊吧。我这样子会，对，我这样绝对会被姐姐抓下去，对吧？我是第一个在台上被抓走的二姐，第一个不是因为服装问题，非常的有可能。好的，那就我只能未来练习在直播上面听着大家唱歌，然后一边喊嘎叽扣扣啾啾。把麦克风开关关掉，那你会看到我一个人在台上的，我自己一个人还是可以的吗？晚安啦，尾鱼，可就认真把偶像当恋爱对象，请大家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你们会后悔的。对不起，这样好恐怖哦，我在干嘛？面面喊了我请30杯饮料，如果30杯都是我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你觉得嘞？要注意跳舞，不要跳错，边念边跳吗？没麦克风，山顶还是有你的声音吗？哪有？30杯我会变成球哦。对，我们不能收吃的礼物，那你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寄献给我？洗衣机就是啊。洗衣机？洗衣机是什么？洗衣机是那个吧？你是说那部日剧里面的梗吗？没被骂，我请60杯烧烤，那我得先跟姐姐串通好。好的，太好了！我昨天半夜的成果我已经用完了。滚通洗衣机，烧烤晚安。哎，等等，我刚刚 Q 了王子，会变 Ohime-sama 他有变 Ohime-sama 吗？洗衣机是一位嘎叽扣伊，哪里的 ？AKB48 本团的吗？还是我们的？昨晚做了这么多事情，对，对哦。然后我昨天还认真的观摩了那个康南是怎么跳舞的，但我觉得我可能练不起来啊！我的天啊，日剧的，了解了，等我补起来吧。主题结束没有？我还有别的主题，我有正经严肃的主题。你昨晚有睡吗？哈西莫托看呢？我昨天5点多有睡着吧。然后今天其实是早九，但是我不小心以为我每天都早八，我就觉得我最近真的是呛掉了。待会我要来跟大家道歉一件事情，我就是觉得我最近真的是呛掉了。然后呢？我就调了7点多的闹钟，然后我就想到怎么办，我居然只睡了一个多快2个小时这样，然后昏昏沉沉起来之后穿好衣服穿到一半，不对啊，今天礼拜二好像是早九哎，然后就觉得啊、快气死了，这样我还有一个小时能睡，然后我又穿着衣服倒回床上，然后就开始睡，又睡了40分钟，然后又起来，然后说、好吧，那这样子有快3个小时了，然后我就又就这样走出门，然后结果就差点迟到，然后坐进教室里之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好累，好想睡，可是我居然睡不着，这样衣服会皱，今天应该还好吧，我没有睡着，我好痛苦哦，最痛苦莫过于我没有睡着哎，因为我带了电脑去做报告，难道人都带电脑去了，我觉得也不是压力太大，我觉得是因为太晚睡，我好像只要3点过后就会睡不着，就是我只要熬夜熬到3点过后我就会睡不着，睡不着就会心悸。就是睡觉的时候就会心悸，大学生日常，所以我才跟你们讲，我才在自我介绍 part 说，我希望我在变企鹅之前不要变成熊猫，然后希望我可以变企鹅，不要变成有熊猫眼的企鹅。熬夜，数羊数鸡数星星，1、2、3、4、5、6、7，数鸡数猪数大米，7、6、5、4、3、2、1。对，我昨天在跟人家聊天，然后他就说，就因为我睡不着，然后他问我问题，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怎么办，他说你可以数数羊啊，好好，我开始数咯。那开模拟器玩上，我用手机可以直接玩好不好，这样下去不行不行。Piano 加油晚安，哈西雷喷金，哈西雷喷金，晚安流星，一定要睡着哦，不是一定要睡得着哦，加油。 Wish you have a sweet dream。 我可以数企鹅吗？一口一晚安，阿顺晚安，然后就开始唱歌了。对，好困哦，好困哦，天啊，好可怕，隔天早班会死掉是不是？对，今天是康康的，今天 really 康，熬夜会早衰，青春啊，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每天已经不是虚度光阴的生活了，我是用生命在过我的日子，就跟用生命播报天气预报是一样的。谢谢渊，再玩，等一下会直播睡觉吗？才不会，绝对不会，我就直播很努力让你们不要睡觉了，怎么可以自己睡？对，火山灰，啊，谢谢麦克斯，啊，哦，好的。然后其实呢，我今天还有别的正题，谢谢豪哥。我发现豪哥就跟 Andy 桑一样，就是固定都送什么 ，Andy 桑就是固定送告白气球，豪哥就固定送麦克风。嗯，天气姐姐，好的，好，就其实我之前就，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就是我觉得我一直想要直播可以越来越不看稿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就像这次 MC， 我觉得我也有这个问题，就其实我很容易词穷，然后之前我会觉得直播如果要讲了一些什么，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听成音乐讲一些正经的事，我很少很少看稿，如果是 mini concert 的 MC 啊，或者是其他的 MC， 那当然很少看稿啊，但是就是像直播这种事情，就是我觉得要练一种反应度，但是像之前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临场看着你们讲的，就是讲的话去回应，然后我原本想好的事情，我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的讲出来，我会词穷，我很严重。你有看过稿吗？有。其实之前很久之前的直播啊，就是我都会先准备想要讲的话。如果你觉得我那天讲的话突然很深奥，或者是很咬文嚼字的话，全部都是直播的稿。对。这件事情你们不知道，我以为大家有发现。就是我觉得你都随便乱扯话题耶，那就是我也觉得是我的词汇量不够，有点严重。你还会词穷怎么期待怎么办？不，这个不一样。这个词穷呢，就是有些人的反应会很快，你知道吗？就像是如果有些人是主 key 副 key 什么的，那样是负责拉时间啊，或者是主要的那个话题控管。但是如果是吐槽艺的话，头脑就会转得很快。可是其实我一直很羡慕，就是很佩服那样的人，因为我一直做不到。我怎么觉得你没听过话题？就是我可以一直想话题啊，但是不一定很有趣，而且不一定很有意义。主题像会有主题像衣服之类的，可是那不是说的啊，那个是在直播的大主题，你们懂吗？可是其实我这样觉得用心准备是好事，但是我觉得就是临场反应是要越来越磨的，但是我之前就会想要一直就是觉得一直看稿很弱。那要靠经验累积。之前聊电影的时候很棒啊，虽然我不太看电影，因为那阵子真的太常看了，所以一直很想跟你们分享。临场要有实际经验，可以吐槽刚开始吗？对，这就是最近要磨练的事情。然后因为什么会突然今天开始写稿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的脑袋有点，我觉得记忆体就跟我前几天疯狂的在删云端硬碟一样。
我前几天发现我的云端硬碟居然用到了 96%， 然后每个人配给不是 15GB 的免费吗？所以我用到了 14.4GB， 害我很紧张，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一直删。要是我脑袋里的 15GB 装好了，然后我都可以马上把它挖出来就好了。我觉得我的 15GB 装在脑袋里也没什么用啊，因为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它都不会出来。吐槽亦不难，把大家收不回来的话题圆回来比较难，但是这件事情我也还做不到，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应该要怎么办呢？多看节目训练吗？可是因为其实看日本的节目，日本节目跟就是我们的风气又不太一样。大学的 Google 云端硬碟没有无限容量吗？我没有用大学里面的云端硬碟，我都用 Google 的。学校没有发学术用的，可能有，可是我好像没有 follow 到。我就说我最近才在体验大学生活嘛，耶、yeah! ！即使不有趣，我也觉得有趣啊。可是这个时候，有的人就是容易会让时间变得很长，就是会觉得很拖的感觉，比较像会想很多才会说的人，当场要说出心情比较难。就有的时候需要，就是会觉得需要先准备，然后如果不先准备的话，就会觉得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然后上场就想到哇塞，无限的很多是毕业后才有的，吧。然后呢，今天的稿子就是今天的稿子，无限 Google 都是满满的公演。对，我之前也存了很多公演的歌。所以我昨天就稍微删了一点点，业务出去都要把 story 修好几次。对，我现在也是很努力在修 story 的期间，今天的稿子也很马吉妹哦，马吉妹，上庭晚安，要丢了上庭，辛苦了，好吧，我看一下哦，练口上我今天讲完了，好，所以我就推你了。其实那个一代过都跟阿伦达又也是在，所以我就推你了里面有听到，但其实是因为我是刚刚好一起看到这两样东西。小栗子回去补档啊，马吉妹哦，嗨，认真马吉妹哦。好，然后刚刚也讲了，然后昨天饭蠢也讲了，然后好，那我要讲一个。对啦，最近有些孩子啊真的很可爱，因为我其实之前不是有说过，其实我很会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就是如果突然不来了，很长时间不来啊，或者是不说话啊，或者是就是最近很忙啊，常常没有办法，就是告诉我他还活着，他还在冒泡泡，就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可以跟我讲吗？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担心嘛，我觉得就是人偶尔就会有点患得患失。然后呢，最近有几个孩子很可爱，就会跑来跟我说，就是无论是什么方式都好，然后就会跟我讲说，就是因为最近很忙，然后或者是心情上啊一些事情，然后导致可能没有办法一直来直播啊，或者是没有办法一直留言等等的，然后就希望我不要很担心他们，然后或者是怀疑他们可能我最近做的不好，他们不喜欢我了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人真的很特别，因为可能你会觉得简单的一字一句啊，就是这样子表达文字，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想说啊，不就讲了，就跟没讲一样啊，就反正你也懂我的嘛，就有些事情不用讲。但其实我觉得人真的很简单，因为或许你不说的时候我真的会想东想西，但是一讲完这些话我就觉得啊，你们怎么那么可爱。然后也会有一种被安慰到的感觉，就是难免会担心吧，就像我之前有说过会在意你们有没有在看我啊，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超开心的，因为感觉可以先这么做再交代自己的心情吗？没经验无法告诉你。我想去肯定 Skyline， 好久不见啦。话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但是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一点点很简单的话
就被打动的。我觉得或许就是因为把真心捧出来的感觉吗？还是因为那个脑波有对到？反正我一开始很担心，但是突然被安慰到了，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就是这么的神奇。大家有知道我在分享什么吗？没关系，听不懂也没有关系，我只是突然很想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不用道歉哦，我很开心，也谢谢你。然后就是我感觉一路以来我们彼此都成长了很多，最近我觉得粉丝跟成员之间都成长了很多很多。最近无法面对真心，好，那我要改名叫林真心，不对，我改名叫蔡真心，然后我就要强迫你面对我。大眼星星病毒的你，好久不见，可惜这次小雏菊抽不到票，没办法进场。那 Skyline 下一次6月19的会来吗？蔡心啊，我跟林杰心一起姓林了。没有，他现在正在经历一件很煎熬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之后会告诉你们，我还是等他煎熬完了再跟你们说吧。从蔡美丽变成蔡真心了。然后呢，下一个也是马吉妹的话题，对不起，原谅我今天真的是照本宣科，因为我觉得我的脑袋这阵子真是完全转不动。就像我居然还可以拿着 IG 把人家退追踪，按到追踪这件事，我真是受不了我自己哦，我都快疯了。不是佛寺，它是什么禅修院哦？人好晚安，你现在那个追踪回来吗？我不知道，我希望他会回来。礼拜六的空，面面的发型真心没话讲啊！阿法有近距离的看吗？上庭，吐舌头是在啾啾啾吗？还是应该是啾啾啾对不对？这时候，谢谢，我看到了。还好吗？一进来就犯蠢，我最近一直在犯蠢。我有看到小伟，然后呢，就是攸关最近的 mini concert， 我一直不停的把自己推入火坑里面。之前有真的心情不好，把前公司的同事全部退追了，心情好了很多。你我没有，我不是因为心情不好把人家退追，我不是，对不起，我不是。接下来我就要进行这个话题了，也不是，那是下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也是很内心层面的。就是啊，其实因为就是最近有人跟我讲过这些话，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也会这样，就是其实，最近会不是最近，就是人长期都会，就是内心很挫折的时候啊，会假装其实不在乎，然后假装就是外表会假装很快乐啊，然后别人问你怎么啦，你就会没事啊没事啊什么的，然后我的口红又。真的，我下次不要再用这一支了，不然它真的蛮好吃的，它是橘子汽水的味道。然后啊，就会假装自己很快乐什么之类的，就其实，去隐藏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不是一件很难、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心理压力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就是我今天真的很照着 round down 走，怎么办？但其实我在直播之前想了很久，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话，所以我不能在一个脑袋完全没有打开的状况下讲话，会很容易出错，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照着我直播前想的东西讲。然后就是虽然说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表现完之后还是会觉得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发现不是，现在不是说我，你们等等，先不要安慰， no 听我讲完。然后可能就会觉得或许是不是有人能够发现我
现在心情不好呢？有没有人发现我的情绪有点不对啊？有人发现我是装的吗？有人觉得我最近压力很大吗？或许有没有人突然会想来跟我聊聊啊什么的？就是可能默默的内心某个小小的角落还是会希望有人发现自己的不开心，虽然说自己觉得隐藏的很好了，而且甚至希望自己隐藏的很好，让别人看不出来。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就像我也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同时又会觉得，如果你很希望那一个人，那个对方发现你的情绪不好，那就代表他在你心中是占着很大很大很重要地位的人。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也没有不好，因为这代表我们很坚强。就是虽然说我觉得人一定会不开心嘛，能够做到完全当下情绪过了然后就完全过了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但那个个性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学会隐藏自己，然后能够完成现阶段要做的事情啊，或者是无论是让别人感觉现在自己心情好像没有很受打击什么的，都是一种长大之后保护自己的方式。而且这代表你长大了，然后变得很坚强了，可以去承受自己的喜怒哀乐，然后能够不去影响自己平常的生活。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吧，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能够渺望不是很呆就是很坚强，那个也是坚强总是伴随着不坚强。就是像是什么职场女强人啊，其实内心都会有很脆弱的一面嘛，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啊。如果能够完全 HP 满满的话，那样才是很恐怖吧，那是什么超人啊。而且如果你知道超人太久了，有的时候一碰就会碎掉吗？只要去戳到了那个点，而且那样碎掉就真的拼不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不如人就人性化一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很正常。但是我有一个可以让我讨拍的好闺蜜，她总是能包容我的泪水，我很幸运。所以我现在有大家很幸运。虽然说大家其实常常跟我讲说有什么心事啊，或者是难过的事情啊可以告诉你们，但其实就是因为觉得大家很重要，才会不希望自己的情绪波动到大家。然后当然有事也会想跟你们分享，但是就是希望我们之间的回忆都是好的。虽然说我最近就是干了很蠢的事情，例如其实我很常很常在握手会上面啊、 mini call 上面啊认错人或者是认不出人，但是呢很多很多人给我的印象，就是对我的印象都是啊，我记得面面就是那个超会记人的那个，对不对？就是哦，每次握手会过去哦，他一定知道我是谁哦，超清楚的，他还可以叫出我的名字哎之类的。唉，但其实呢这件事情我每次听完呢，我都不知道应该要哭还是要笑。很常退追别人，我跟你讲没有，但我很常追踪到别人。我之前刚拿到官方账号的时候就有干过这种事。所以破成那样也可以认出来。对，就是这其实呢，我在录这行之前，在见到大家本人之前，我是一个很严重的脸盲。很严重，非常对栗子真的好厉害。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对栗子简直是世界无敌，超级 respect， 超级，他真的记很快，所以我有一阵子很努力的一直在追着跑。就是我很想要是那种握手会一看到你进来，然后就可以马上念出你的名字，然后还可以脑袋闪过哦，你就是常常在直播间说什么什么啊，然后跟我说过什么什么啊，怎么之类的那样的人。但其实呢，真的是对我好像还是有点困难，而且我有一点严重的是，我就算当下记起来了，我过不久会忘记，如果没有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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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刺激我的脑袋的话。但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善。我也很常偷窥你们了，你们一点隐私都没有了哎。但其实呢，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希望
虽然说我还是会认错啊，或者是不小心忘记啊这样之类的，但其实我还是希望偶尔可以就是很开心的大喊出你的名字，就算念错也好。可是我觉得这样一定会，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超受伤，哼，什么你把我认成谁了。可是就是我还是想要很努力的去记大家的任何事情，但是偶尔就会犯一点错。因为我发现呢，我最近已经不是脑袋问题了，我可能还有夜盲症。就是呢，我很确定大家的扇子大概长什么样子，也很确定大概大家长什么样子，但是呢，在一片雾茫茫黑茫茫之中的星海，我还是会看不清楚。然后呢，我就会有一种啊，他一定是那个谁谁谁吧，然后就篡改我自己的记忆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会一次对不起到两个人，第一个就是我看到的那个人，第二个就是我想到的那个人。怎么办呢？我到后来都已经不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道歉好比较好，因为我觉得啊，这种事情很严肃很严肃的道歉呢，是给对方压力，可是呢，我也会想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很伤到对方，所以呢，但是我又不能跟他保证我下一次绝对不会犯错。但是我跟你讲，我很确定那个人的脸，也很确定那个人的扇子长怎样，所以呢，下一次我可以确定的就是，或许我还是会看着别人想到他，但是看到他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想成别人，这样可以吗？啊，对不起 ，I'm sorry， 啊，加达我。我也没有办法，住在山顶，你们头都不见了，我没有办法认到东西。这表示不是，这表示是我看到你们的次数还是太少了。想到谁不要说出口就好。嗯，有的时候呢，人就会这样，就会很想炫说啊，我知道你是谁，帅气的念出名字之后，结果是错的，才有可能。怎么办？对不起。这是我最近很烦恼的一件事情。对，记仇，非常 very， 没有，我常常干这件事情，所以我要再想磨练自己的方式，无论是什么都好，加油！哇，哎，这个是训练，你知道我之前有问过别人，就是是什么啊，就是跳舞啊什么之类的，除了肢体上面还有什么帮助吗？他们说有助于脑袋记，就是记东西耶，所以我希望我之后记东西可以再快一点。不是，重点就是我认得，好吧，杰哥直接不认得，杰哥认得我，杰哥认得我，杰哥认得我。好啦，就是其实以上的发言我好像没有特别的 regard， 所以我觉得唉，果然还是要多训练自己。但是绝对不会再犯了，真的。这方面 Google 晚安。噔噔噔噔噔噔！公园看到一个人，一直以为是打他的背，结果他是别人。我跟你讲，不打不相识，打了你会多一个同学，很棒吧？又做完，而且，我记得，你知道对方说不定也不记得你到底是不是他同学。如果你就说了啊，你是他同学，他说不定就，真的吗？好久不见，非常有可能对吧？超级有可能的对吧？然后呢？下一件事情，好废哦！我今天真的是照本宣科，打错就要说是人民的法传，你会被抓吧？我的天，好久不见，你是我的小学同学吗？把认得当做
为什么俊刚一直进进出出啊？你刚不是一直有在说话吗？多一张传票是什么概念？传票不是被告吗？是吧？是被告才会有传票这件事情吧？哈喽庭君晚安，看到每个人都说嘿菜啊，没有，我决定我以后看到每个人我就说嗨酱油，这样两边心理压力就都很大，对吧？打人就被告啊，对吧？是不是？所以大家人民的法锤请好好的收好好吗？小贤，晚安啦！你刚不是进来很久了吗？没有哎，我不是酱油，你最好是不要伤害我哦。你才酱油。船票，淡水渡船买就有啦。淡水是渡到哪里啊？渡对面是呢？那个叫什么？渔人码头吗？你也别丢我！月月欢迎回来，修德欢迎回来。好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巴黎龟山。岛有到龟山岛吗？一直想当空气，不会，为什么？你说我唱的空气吗？还是吸到的空气？喊错成员名扣的部分有吗？有这个问题吗？大家应该知道是喊苏宝奖吧？啊！一代孤独哥，二日大佑。Hello， 乌卡妹晚安，博弈晚安，林公子很棒，还是有人喊面面，真的吗？这一次吗？我跟你讲哦，我这次有一个最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好像也没有，很多人还是很多人喊面面，真的吗？糟糕了，其实因为有的时候很糊，所以其实我也不确定大家自首啊，上庭。是喊收吧奖，是喊收吧奖，悠悠晚安。其实我觉得太久没看空，都快把扣忘光了。不可以忘光，你要自己在家复习。面面叫习惯的时候很难开口，那不然你们喊，给他喊。有人喊我收吧，我想一下哦。其实团员也有人喊我收吧，哎，最一定是喊我收吧的应该是 Mayu， 然后还有谁啊？栗子偶尔会喊我说吧，偶尔喊我面。原来不是喊面面，嗯，不是喊面面哦，是喊说吧。我想想还有谁会喊我说吧，好像其实还蛮多的耶。杰星不是喊妈妈吗？他会喊面或妈妈，但是他最近有点害羞，在公共场合喊妈妈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会骂，没事，谢谢面。喊错很幸福啊，没机会喊，所以你要努力找机会啊。原来我喊错了，嗯，是喊苏宝奖哦，喊扣是喊错，喊这次我一直扣错啊，所以应该是秋这样子卡哇伊苏宝奖吗？对吧？女儿叛逆期了没有？女儿这是娇羞期了，她娇羞，她感觉害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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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说吧，救我！夜晚安，这次也喊错，哎，怎么办？大家最近，所以我这次没有听到说吧讲，都是因为大家喊成面面了吗？然后呢，就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要讲，我觉得、啊。最近大感觉大家都成长了好多、哦，就是无论是我们成员也好，我觉得粉丝也成长了很多。感觉这次的 report 喊面面错了吗？喊面面没错，但是我这样要一次听两个，我这样会在扣里听到臭这只可爱面面跟什么酱。对吧？我再要一次认两个声音哎，然后再把它合在一起。荧光棒节拍都会打错，没关系。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大概推了这个偶像一辈子，我还是会打错。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没有节奏感的人。苏把面，我的位置旁边好多地藏，害我只能自嗨。北野人一个人冲十个人的他那个 power，
我就说了，这次少了一半的粉丝，就要有那个两倍的喊声啊的那种。不能喊的人表示没有压力，豪哥你可以喊啊，你可以喊啊，为什么不行？憋得很痛苦哦。就是啊，这次 report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发现不是问题，很大很大的进步，就是我觉得不论是粉丝还是我们，都越来越有议题感了耶。你们觉得呢？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一年前变化很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嗯，就像是议题，不是议题感哦？难道以前是固体吗？你也有感觉吗？有，我觉得这个议题感很白痴哎。这越来越有酱油的感觉了。谢谢大家，不是一对酱油一体感，此一题非彼一题。我觉得有不太懂我的意思，就是啊，我觉得一年前对无论是观众来说，还是我们自己来说，哦，以下是个人言论，不代表其他人的立场，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一年前对大家来说，比较像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以前的样子有点像是因为很多很多人，所以要好好的顾自己，然后想要让大家看见自己，所以会很努力的去增加自己的个人能力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被大家看见呢什么的。然后相对的对粉丝来说也是我自己的推，会想要看到我自己的推的成长，然后整体就会一直看着自己的推，就是自己的推从右边跑到左边，左边跑到右边，可能整场下来你的印象就会是啊，我的推今天怎么怎么样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分 unit 之后的感觉不一样了，真的很不一样，对成员之间的成长也不一样，大家的想法都会越来越变得像是除了我以外，我身边的队友们，身边的战友们，用队友跟战友好像团员不行，我觉得队友更有感觉，这样好像在打游戏哦，就是身边的队友们也是一起存在的，有可能是成员变得越来越可爱了，旅馆粉丝滤镜，跑来跑去，然后就加推了隔壁的人陈，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一个相推行动。Unit Daisy 相推起来，相推 report 多写了很多人的意思，不是，除了就是大家写个人 time 个人 part， 就是自己的推啊，或者是最近在注意的谁谁谁的 part 以外，也会去写到整体的感觉，像很多人就有写出这一次不同组别给人家带来的表演感，然后或者是整体而言，你觉得这个组哪一 part 最好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这是以前做不到的，因为以前都是一整个团体一起行动，然后可能每一次分的成员，每一次出席的成员也都不一样，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会不同，逐渐滴滴。以前看自己推时间都不够，对，现在真的是没看过别组哭哭，一藤俊，这该怎么解决好呢？现在还是不够啊，每个组的不同的特色都有慢慢表现出来哦。一样抢不到票，哎，这不是票没成长好不好？这是票成长了，因为未来会越来越难抢的哟，各位。以前我的推呢，现在啊都是我的推，我就不拦你们了，去吧，我是拉不了你们爆冲了。我不爱滴滴，但有可能会真推。小肌肉这次也不能去看，六月中的吗？没关系，我们会努力，让你越来越有意想不到的机会看到我们。你可能走在路上也会突然看到我们之类的。来抽啊！我先去改个运，
就我就说你要整个台湾跑透透，然后到处烧香，到处拜，谁对我笑我就看谁。没有人对我笑，怎么可能？我跟你讲，一定是因为你两只眼睛不够。当你有二十只眼睛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对你笑，好吗？如果你的推没有对你笑，那绝对是因为你没有对到他的眼睛。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让你的眼睛呈现360度环状的方式。请问要怎么增加眼睛？嘟嘟嘟，笑到心里发寒，嘿嘿嘿嘿。我有30鸡眼，那不是长在脚上之类的吗？如果你的腿不爱笑，那你就把它的粪一起笑完呢。当季秋，纪念你，再开始。谢谢，以上就是。请问山顶要怎么跟面面对到眼睛？哎，我很努力在找山顶的人的眼睛，哎，但是。就是我对于人体构造应该还够熟悉，我觉得我应该找的位置是眼睛，不知道各位无头骑士们的眼睛有没有被我找到。那推都笑笑怎么办？你要笑得比他更厉害，把他传给你的力量一次传回去给他。晚安，欢迎回来各位，你比爱心要比较直接。Be be be only you, my honey. 请问在场外要怎么对到眼？钻洞，钻地洞。说不定你钻一钻，刚刚好是在舞台的部分。Love and peace, say goodbye to love and peace, say goodbye to love and peace. 话说有成员说，如果饭看表演很认真不笑，蛮恐怖的。我觉得很认真不笑没有到很恐怖吧，但是我会想要让那个人笑，但是哎，不行，大家不能不笑哦，不行，我现在多说什么都是错的，因为大家太喜欢欺负我们了。戴口罩看不出来，眼睛会看得出来啊。看得出来吧，眼睛有没有在笑这件事情，用眼睛笑。谢谢阿法，阿美爹都哦耶耶耶，飞机过的大张机，纪念币。我的手机漏电了，后面那个爱心是发生什么事情？开放地藏日吗？地藏应该是指说就是不会不完全不动的粉丝吗？是吗？哔哔哔 ，Only you my honey。等等，爱笑的眼睛，爱笑的眼睛。应该是谁的版本？徐若瑄。为什么？对不起，打哈欠是会转懒的，麻烦大家不要睁着眼睛，睁着眼睛会看到就会想打哈欠。戴口罩没喊就不会被发现，会好不好？最好的位置就是摄影师 Steph 姐姐后面啊，成员看摄影师就是看自己，是这首吧，对吧？就说你们不要看打哈欠吧，会出事的。我来了，晚安。话说官方合照，我在面面正头上，到处传染打哈欠，听到声音也会困到小小熊，会想到尴尬的。终于想睡觉了吗？
谁叫我昨晚这么忙？这不是，这昨晚其实并不忙吧？昨晚为什么会？可恶！眼泪流下来会被你们发现吗？会哦，会哦。你不必压抑，无法代替。回忆上心头 ，days。骗自己，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想去离开你，又才找回自己。为什么不准走？再见，爱情，我一定让自己。让自己决定。天啊，我连卷舌都不会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怎么那么悲？因为刚刚有人说爱笑的眼睛啊，不是吧？哦哦，等等等等，谢谢小说的丧心病狂，小薇晚安，偷哭会被发现哦。谢谢阿蠢蠢阿蠢库拉萨瓦阿里嘎多。好的，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也不用问，真的。今天齐慧有直播吗？你不必压抑，我的笑他无法代替。没有。死定了，他已经忘记了。好，谢谢 DJ 的同花蜜。有的话我怎么回答？哎，卡车。Hello， 橙子的橙色晚安。自己那爱笑的眼睛。礼拜六才会跟我一起什么？跟我一起哭吗？哭了晚安。日本场地这样也不少 ，TTP 场情绪通常很嗨，真的吗？所以。我一直爱小梦，好久不见。我一直以为日本打扣的文化很嗨很嗨耶。爱笑的眼睛有过泪，我的暴风雨湿了昨天山区。忘记，对吼，它是礼拜五跟礼拜六对吧？讲到这里，会员拿到了齐慧的纸笔。Jeff 晚安，此 Jeff Baby Jeff Jeff 6106晚安，嘻嘻，好久不见。好吧，那既然事到如今，我想我们应该谁都没有办法帮助他的勾勾了。嗯，对，但是他现在应该我也没有办法通知他，哎，说不定可以，给我一点时间。但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当当当当。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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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忙哎，这个时间，看看呢。感觉他就在忙，等到十二点看看。对了，豪哥，为什么这么突然？现在不该是送麦克风的时间吧？谢谢豪哥，感谢豪哥，赞叹豪哥，但我很确定这个孩子他现在应该在忙。快扣啊，我不可以跳窗好不好？你们比较重要吧？你打给他一下，哦，医生俊，去吧去吧去吧。他睡还没醒。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希望大家不要在这段时间里睡着。我在找他的字啊，好，我只能传一个啊啊啊给他了。可是用电脑打出啊啊啊，如果不小心没有换键的话，就会变八七八七八七。然后我刚差点把八七八七八七传出去，希望他不要误会啊啊。我去亚洲肌肉群找人吗？啊，八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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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样他绝对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但是至少知道他现在就是在忙，对吧？我怎么会在那个群组？那个是二期的群吧？
昨天，哎，不是昨天，我们在 mini concert 的时候，妮妮有讲啊，妮妮还特别花了自我介绍的时间澄清这件事情。亚洲肌肉俱乐部，北极星欢迎回来，苦味羊仔晚安，我阿的有一点点酸，看一个基隆群，齐慧又不是基隆人，没关系，有我们这里不支持成员氪金吧，对吧？八七八七会非常的白痴，他会回我七八七八，哎，非常的有可能。毛良欢迎回来，基隆群只有两个人，没有错。我跟品涵自己开私聊就好了，我们开群组干嘛呢？想要拿红秘书进来吗？等等，九蛋，怎么有人讲？原来有人分享过这件事情吗？一起的群。哎，我手有点酸。福伟哥，谢谢你的掌声鼓励，但是我确定他现在好像有点忙。对，一起研究生有群，但是我自从看完那个亚洲肌肉俱乐部之后，我前几天就觉得不行啊，我们怎么可以叫什么奋起湖便当，我们就是应该人家亚洲肌肉俱乐部，一个这么盛大的一个感觉，这么厉害，还有会员制，我们应该叫什么阿里山奋起湖便当 VIP 区什么之类的，对不对？我觉得输了，对，我很生气耶，而且人家那个亚洲肌肉俱乐部是真的有肌肉耶，我们头天有没有奋起湖便当我有点忘记了，我要去找一下。请问哪种便当比较好吃，有推荐吗？我推荐台铁。没有比较厉害，我很生气，没有比较厉害这件事。亚洲传统健美俱乐部觉得强壮。好，我们最后一扣，但我想他应该是不会。这就是跟我一样一模一样的人，手机从来不开声音，然后只要失踪就谁都找不到。我也是这种人，我跟你讲，如果你发现我早八的课没有出现，或者是报告没有出现，或者是今天我应该要上班却没有出现的话，你就算打了200通电话给我，我也不会接的，因为我的手机根本就不会有声音哦。啦啦啦啦啦，呛声娃娃比较大声，呛虾娃娃是什么啊？睡着了还没醒，对，如果是我的话啦，但是我不知道，我们不会发现。你好危险，我也是无声派，对吧？所以我妈常常呛我，就说手机帮我办了，给我网路了，那到底是要干什么用的呢？对，我们怀念他，好言表示拜托不要，笑死我也会不开声音，闹钟没听到直接拜拜。我是很少有闹钟没听到的问题，因为我闹钟响就一定会醒，但是我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几乎不会赖床，但是自从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容易赖床，就会觉得哦，还有十分钟啦，我等下一个闹钟嘛，然后就开始永无止境的，死定了，我要迟到啦，怎么办？对，就是这样一个忘了的宿舍，谢谢大家。手机的用处是拿来回拨未接来电的，我跟你讲，一般我没有加入通讯人的未接来电，我也是不会打回去的。当然是玩少女咖啡枪的啊，手机就是个用处， Mina 换手机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突然发现赖床的美好。对，一个人住的时候就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越来越懒惰，懒癌会看到公司赖静音在床死。我第一个闹钟会提早一个小时，人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自己呢？我一点都不能接受。也还好啦，我只是起床之后直接躺床上玩手机，玩到完全。哎，我也会哦。啊，请问我在直播。等一下哦，我现在开扩音哦。你在忙吼？你在忙吼？对吗？啊？你在忙吼？对啊，怎么办？你这样有办法挤勾勾吗？还是我先关掉？我现在马上，因为我刚忙完。好，拜拜。Goodbye。好的，很棒。我为了对避免他有任何太冲击性的发言，我还要先阻止他讲话。等等。
他不是刚睡醒吧？他在忙呗。噔噔噔噔，哎，我忘记跟他们讲说，不是，我忘记跟他讲说你们在跟他打招呼了。可恶！可是我想说，他如果要进来的话，他如果要进来的话，应该要挂电话吧？跟齐慧说加班费吗？他之前等了我不短的时间，不是吗？耶、yeah! ！好了，今天收工了。哎，不是，我忘记念榜了，对吧？我要念这里用过 BB 扣的人不会只有我吧？我也用过啊，而且我还知道上面会显示要回播到那个。就是总哎等等，谢谢单细胞的麦克风，谢谢单细胞用麦克风，欢迎吴奇慧下班。但我有见过，我家有之前有 BB 扣哎。阿华，我讲啦，我觉得大家都成长了很多。草草，谢谢草草带我去流浪，谢谢奇慧，呵呵，奇慧的玫瑰。谢谢奇慧的叼着玫瑰，我没有用过，我家里好像就是 BB 扣海豚机都有吧，之前有看过。好啦，那接下来就是用 Hashley Penguin 来总结我们最后的念榜时间。Nokia 3310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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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刚刚很怕惊吓到他哎。直接打 LINE 是不是还是太刺激了一点？今天的第十名是我们的小说满血复活，谢谢小说。今天的第九名，今天的第九名是我们的 New Sangi， 谢谢一生君选择了 Daisy，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机会见到你，也希望你会有更多机会见到更多成员。谢谢一生君。今天的第八名是我们的命，哇！谢谢命，所以我应该为了命创一个基隆群组吗？今天的第七名是乌鸡诺萨库拉酱的萨利卡多古代姆，耶！芒果米露库。大威西的，好多年威西，哎，他叫什么？朝日夫妇应该是哈阿萨希阿萨希夫妇吗？是吗？阿萨希夫妇，感觉应该是这样念，朝日夫妇，阿萨希夫妇夫妇。那噔噔噔噔噔噔。金融组击退，感谢春春，太好了，我念对了，张氏夫妇。可是我记得傻库拉上留了一个留言，谢谢你，充满了金融感的气球。他写说什么汉瓦的，那么诶是什么意思？阿萨希夫妇，夫妇。噔噔噔噔噔噔。Hello， 浪客八五九。橙子真真晚安，小白，哎，我好像没有跟小白兔打到招呼，对不对？很奇怪，没有，是，那是 Hannah 才是奇怪的名字嘛？他是写 Hannah， 啊，对 ，Hannah 是什么意思？蠢蠢写的那个，我被挤下去了，富伟哥被挤下去了，富伟哥，是卡哇达哦，不是汉字好吗？卡哇达是什么意思？谢谢小玉，谢谢小玉的童话伞，我以前曾经想要买过童话纸伞，但是发现好像。哦，很奇怪，很特别的意思。朝日夫妇，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查那家冰店的历史是，他们是去冲绳住过一段时间，然后最后决定把日式的刨冰带回，就是台湾，就是他们好像以前是住淡水，所以决定带回淡水去
给更多人吃到日式的刨冰，好像是吧？是吗？应该骑脚踏车的，汉字真的不简单。这几次，哦，我刚还以为大家比较担心哦，或者我会很有可能落婚呢。六月底，毕竟马达台湾你期待。我也想见欧江，都没有机会。Hello， 李亚路，晚安。那个刨冰超好吃，世界好吃，超好吃，而且我一个人吃完了那一整碗刨冰，真的很好吃。然后我那天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然后我朋友点的是一个，一个是淡水细日，然后一个是火龙果吗？是火龙果吗？蔓越莓，一个看起来紫紫的，突然忘记他吃什么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有看到别桌的吃抹茶，他的抹茶是一整个抹茶酱会溢到碗外面的那一种，好像是火龙果凤梨啊，好像是。而且那一天我们坐在里面吃，然后结果外面好像是一个，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是直播主吗，还是网美？但是他真的很专业，因为他还自备了摄影师一个人，然后架着一台手机拍，然后他就坐下。但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画面是，应该是 Facebook 的直播，但是很多人在，很多人，超多人留言的。然后我想说，可是我认不出来是谁，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应该是什么身份，还是艺人有可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就是应该是可能是来淡水逛街，然后一边就是分享嘛，就是去。然后我那时候就坐在里面，我说哇，太大阵仗了吧。然后那时候我就一边就是刚好上了那个芒果牛奶冰，然后我才不要跑去灌他，你谁好不好？我又不能进镜头，我应该开直播跟他嗲。我也觉得淡水是一个很浪漫的地方，那天跟朋友去完之后真的觉得很漂亮。但是如果要好好的拍风景照，可能还是需要修一下。然后啊，我就放了那个我的冰，然后就来了。然后那时候他才刚坐下，然后他就一下来就说哇，那个冰淇淋很好看呢。然后他就把就叫摄影师把镜头往我的冰淇淋拍，然后我就开始躲，然后我就整个人塞到我的包包那边，然后头往内。然后我朋友说你干嘛？我说我不能被拍到啊。然后哦是哦，要不要我跟你换位置？然后说应该不用了，他应该不会再拍了吧。然后结果我就听到他说你不要躲啊，不要害羞。然后什么我才不要害羞，你不要再拍了。对的，于是呢就造就了我整个人塞在我的背包里很久之后，我才抬起头拍我的冰淇淋这件事情。只有打开手机看你，我的房间就是全是这。豪哥，你今天是怎么了？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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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刚传给齐慧的内容吗？你的字介词拿出来啊！ヤフー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そばのそばのそばのかき氷、かき氷呀，刨冰屋。妹妹不要跑，你拿 IG 给他看，不能拍。人家说不定是很厉害很厉害的人呢，只是我认不出来而已。对，所以呢就是这么一回事。我才没有背着齐慧外遇好不好，给他纸后。就是不好意思，其实我那个是蔡秘书，然后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啊，如果你想要拍的话，想要合照，欢迎找我们老板。你好，我是蔡秘书。搞不好他的 IG 一看，不一定好不好？人家因为他真的很专业，他是在有点像是，有点像主持人，而且台风超稳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对，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而且那一天他直播到一半啊，还突然有一个应该是妈妈的年纪。应该大概三十几岁的阿姨吧，然后就拎着她上班的包包，然后走过来，走到那家店外面，然后就对着那个姑且叫姐姐，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喊比较好，就是对着外面那个
在直播的姐姐就说啊，就是啊，我其实住这边，就是很好开心你今天来到淡水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哦，不会吧，该不会是粉丝吗？然后他就说，就是那个王美姐姐就说，直播姐姐就说啊，你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吃？他说哦，不用不用不用，我要赶去上班了，加油哦。然后他说，哇塞，厉害到直接现场有粉丝过来哎，三十几岁，那我应该叫姐姐对吗？叫姐姐，姐姐姐姐，对，无意之间就是哎，突然之间我好像是那是不是要20了？姐姐。呀，姐姐，我不是才12岁吗？我可以叫你的阿姨吧？你们这些大叔，不对，我才没有，我才没有。哎，我要就是念榜了，你们再这样，待会榜会被刷掉。好，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来个什么？哎。既然大家这么独自住，我们就独自住好了。哼，39岁，39岁就是要听独自住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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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继续啊！富伟哥刚被挤下去了，对不对？富伟哥在哪里啊？富伟哥在。哦，所以富伟哥是跟前面的人，我还没有念到就被挤下去了，对不对？怎么办呢？今天的第七名就是我们被挤下的富伟哥，谢谢富伟哥，谢谢富伟哥大叔，不对，富伟大叔，谢谢富伟欧吉桑，欧吉什么？欧吉什么？耶，我们得到了！Hello， 谢谢欧爸爸加9的油桐花。哎，欧爸爸加9很聪明哎，我喊欧爸就一定是欧爸了，就不会是阿芝西了。你是爷爷啊，欧吉什么？あなたまるでの車。今天的第六名就是我们的豪叔叔，谢谢豪叔叔，你这个大弟弟，耶！谢谢豪叔叔，太开心了。豪叔叔没有想到欧吉他嘛跟欧吉他嘛欧吉他嘛，豪叔叔豪叔叔，你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不行哦，你看吧，你连要对谁二届都已经选择不出来了，给个手呢，亚达亚达呢，谢谢陈站在往癌边的人，往外边通常是把从碗爬出来要掉下去吧，还是你要从往外面爬进去？欢迎随时不小心狡猾，希望陈是一个很狡猾的人，越狡猾越好，我帮你脚底抹油。不要讲我人了，你是欧吉生，他们是这样会跌倒，要跌倒才会跌进去啊，真 baby baby 忍不住，我们是狡猾的人，大家多狡猾一点才会不小心滑进面坑，谢谢大家。今天的第五名，哎，命冲上来了啦，等等，那我刚没念到谁啊，小库拉桑念到了，小树念到了，益生菌念到了，富尔哥啊，所以是富尔哥跟命富伟哥好哥被命挤下来了是吗？是吧？所以今天的第五名是命，谢谢命也成为了一个很狡猾的人。那我要再帮命拍一次手，谢谢。
名。今天的第四名是，我每次都在忍者参上，其实是在学玉安啦的。玉安，玉安忍者，谢谢玉安。世界久不见，终于爱大嘎大。耶！谢谢玉安的玫瑰，开心一波。那我知道了。我们最近都没有播到 Reset 很开心的歌，我们来播搬家好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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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来找 Team K 现在的 Reset 版本。搬家很开心吗？搬家很，搬家曲子很开心。终于想见你是什么？终于想见你，然后达成了。好叔叔在那边，好叔叔了。晚安呢，舞蹈单细胞。终于爱的。哈喽码头姑娘，晚安。我应该叫你什么啊？人好小朋友，然后继续咯。今天的第三名是阿法头贴，现在应该是猫头鹰吗？它是动森里面啊，猫头鹰，它是动森里的吗？还是不是动森？它就只是猫头鹰，馆长，猫头鹰，所以它真的是动森里的。给你吧，晚安。对啊，我们这边有单细胞跟无脑单细胞哦，认错了吧？其实怕虫的猫头鹰，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大家都在玩动森，但是我发现我小时候印象更深刻的是牧场物语。大家有没有玩过牧场物语？我好怀念哦，牧场物语的声那个音乐。我没玩，我也没有玩。我最后一次玩动森是 NDSL 的时代。矿工物语，对。放假，我不会念日文的版本，我只知道就是它是搬家的意思。有啊，听过，天啊，超怀念！哎，你们好棒哦！牧场物语也玩过，我的初恋呢，养金鸡蛋的。我那个时候好像牧场物语还有玩过那个，Game Boy 的版本吗？就是它，你们知道 Game Boy 是什么吗？插那个也是插卡带的。引っ越しました。NDS 哦，我以前也玩过马里奥。大雄的牧场语是最近 Switch 出的。我不小心爆年龄了吗？我好像真的玩过黑白的 Game Boy， 面面也是 Game Boy 的年龄。哦，对啊，哦，好像不太对。好了，我还没有拍今天的，我已经快要忘记动森的各式各样的角色了。博物馆的猫头鹰馆长，那我也跟他一样日夜颠倒哎，所以我最近是要变成猫头鹰化了吗？天哪，好开心哦！谢谢阿尔法很懂我，没有变成企鹅，没有变成猫。熊猫，我先变成猫头鹰好了。猫头鹰要吊挂，哦，糟糕，我的充电线会出现，可恶！我这样有吊挂了，好白痴哦！我在干嘛？吊挂的话会有，等一下哦，吊挂会不会有心之挂？哇！
很好奇这件事情。没有，为什么没有？吊挂看着你应该蛮恐怖的吧？你们这样看可怕吗？讲，我完全看不到留言。猫头鹰没有吊挂吗？蝙蝠跟猫头鹰，猫头鹰是站着的，但是它跟蝙蝠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家的猫头鹰会吊挂。吊挂是蝙蝠啦，那我是吸血鬼了。对，猫头鹰不是哈利波特肩膀上那一只吗？我在干嘛？猫头啊，那我可能没有办法。我以为是360度哎，猫头鹰是头转180度。我再练练看，我们下次见好吗？杨淑安，好了，今天的第二名，笑大。是你们教坏萨库拉桑吗？萨库拉桑讲笑带耶。小薰小薰，你那个头贴是假面骑士吗？你们是不是教坏萨库拉？因为他是你蓝裤子呀。噔噔笑带。我又忘记你应该要怎么叫你属羊虎兔属牛虎兔龙蛇吗？对吧？属牛虎兔龙蛇，太好了，绝跟仓鼠一起。对啊，都是宿舍组啊，对吧？啊，关了是吗？这首是搬家了，也是 Team K Reset 里的最后一首歌。ひ、しましました。引っ越しました。え、怎么引っ越しました？有没有念错？好像有。仓鼠不是宿啊？哎，对，仓鼠不是宿舍啊。对啊，仓鼠是跟姐姐住。糟糕，突然的，引っ越しました。啊，よかった，太棒了！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曲。好的，今天的第二名，很幸。谢谢我们的小薰耶、yeah! 不对，等等，我刚刚有没有拍错？好像有。第三名是阿尔法，我好像没拍对的啊。谢谢第三名的阿尔法，预备开始，嗨嗨。虽然说我刚刚不小心倒掉了，突然变成蝙蝠，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不在意对吧？我被遗忘好久。你知道我刚刚跑去当蝙蝠了嘛？对吧？对吧？我就是为了想要跟那个猫头鹰做朋友，就是很棒的 UNI 曲。你们知道那个吗？奇迹也赶不着跟逆转王子殿下的那个双人舞的部分吗？我觉得超可爱的。有点难过，这个那个人叫阿明，还有被忘记一周的那个有点难过。想跳，今天的第二名，今天的第二名就是我们的小水，预备开始。觉得逆转王子殿下超可爱的，还有一首 UNI 曲是那个吗？明日のキスのために，对吧？好像还有，是不是还有很多 UNI 曲？喜欢逆转奥吉桑，奥吉桑吗？奥吉桑はあなたです。有五首，好像有很多很多的 UNI。大家期待一波啊！今天的第一名来喽！今天的第一名，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本人了。虽然他还 P 图
泥土到现场了。好吧，心灵与我们同在，我懂的。今天的第一名是叉叉。生在 TP 呢？没有啊，他应该是生在 KB， 生在 TP 对吧？谢谢一恩，逆转王子也不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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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还有什么啊？超级可爱的什么？啊，喜欢。好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啦，要晚安喽，要晚安喽。谢谢，等等等等，我没有看到名字，谢谢一恩，谢谢夜空 sky， 谢谢陈，谢谢阿 k 啦。等等，我还没有找晚安歌啦，等我一下嘛。Wait。晚安，喵午安，喵晚安。世界都忘掉。